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志皮，诺诺，欢迎来到詹志皮不爱人生。看到，杆子没有？我第一次玩这个哦。诺诺手上拿的是我的一号杆，那这一把是我们学校的 Echo 的二号杆。那诺诺先拿我的，好，我的比较小只啊，拉起来比较有感觉。有感觉。那我们今天来的地方是在哪里？万里。对，我们今天来万里的马硕溪。诺诺要第一次。诺诺哥不知道第几次的修行，忘记了、第一次要来钓西哥，第一次玩西哥，对，希望今天不要打龟，对，希望西哥打龟就真的是很特别了哦，西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打龟的啦，我们祝今天诺诺顺利，但是有鱼就好，有鱼就好，诺诺我要跟你讲哦，就是钓西哥线如果不小心打到后面容易怎样？断掉，对，所以我刚刚跟他提醒一下，因为线很细啊，零点几的，对啊，如果不小心打到后面，基本上毛锅都是喷飞。老师今天干那个毛锅又带不够，我很懒惰，我懒得绑太多啦，所以基本上我只给你两三枚的扣啦，好，三枚断光就没了、我尽量，好，加油啦，加油，来走 ，Go。你小杆子会抛大杆子，基本上也没问题啊。咬了一下，哦，超大力的，超大力的。下面石头那边会咬。你的线就是保持这样子，有点紧度嘛，然后它会咬。对。那、你要检查一下哦，不要毛锅喷掉了都不知道还在掉。就后抛要注意一下，不要去扒到后面。中中中中中，掉了，奇怪了。怎么今天一直掉？刚明明就中了，还是我跟你换这条线更明显。这条线你可能会比较好抛啦。二号，跟你换，又掉了，又掉了。不是这个二号杆，我配到三号线可能是比较明显，你比较好抛啦。好啊，那换一下好了。中了中了中了，中了中了，对。是什么鱼啊？马口，小马口，中中中，两尾，两尾，会沉啊，正常的啊，一尾哦，我刚刚以为是两尾，会沉啊，正，干毛锅，两尾两尾，相公，都是阔嘴，两只都是阔嘴。中了吗？洛洛哥也中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毛锅很小，那一只大概不到六公分吧。第一尾，开心。风太大，不好抛，刚好是逆风，然后我又绑两钩，很容易被吹回来。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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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了。阿洛。两只两只又是香姜而且还蛮大的哦。那下面那一只是什么？哦啊，红猫啦，大猫啦，粗猫。好大哦！
十几了。重，哦，蛮有力的，哎，掉了，重，是马口吧？马口鱼，给它回去。小鱼，超小的，这么小的鱼，应该是小马口或者小西哥吧。小马口，两只吧，应该是香姜吧，还是怎样？不是，一只。哇，这一只马口好肥哦。中，中了，中了，哦！很，蛮有力的哦。红猫，红猫，也蛮大的，超大的，比刚刚那一只还大，比刚刚那一只还大，二十了吧？这只有二十了吧？我觉得这只哎没有十几，应该不到二十。啊中！好像又是猫，好像又是两只，还是一只？哎，很大呢，阔嘴。哇，这是猫，这只应该更大吧？感觉很大。哎，哦哦哦！哇，好大了！很大哎，阔嘴，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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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，冲冲冲，哦，你看都蛮粗的嘞，几乎都是粗的，你看。都超过十五的呢，刚才没加呢，哎呦，加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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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，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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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只！比较大一点的，应该也是十几公分的红猫，红猫红猫，红猫。漂亮！哦，这只好黑哦，这只好漂亮哦。嗯，我其实没有收哎，我让它自然在飘啊，几乎大概一秒大概收个一两公分而已吧。啊！哎，中中中中中中！香蕉吗 ？Lucky 啦 ！No， 我要中红猫，又是大的，这一只比较小一点，大概14、15而已，掉了啦，那个没有倒钩的，
你那个一拉，它还在哦，那么小被你拉飞了，对不对？被你拉飞了，对不对？我常常也这样啊。洛洛哥又中了，今天第几尾？我先拉，先拉太松了。这什么鱼？阔嘴。啊，对啊，阔嘴啊，小的啦，跟刚刚比的起来都变小了，刚刚那个15以上的比较大。你把它拉飞了，轻轻的啦，中鱼的被你拉飞了，它会掉啊？有掉吗？我看一下哦，还在。洛洛真的是 fly fish， 把鱼飞到天空去。哎，我们看一下洛洛又中第三尾，真正的 fly 把鱼拉到天空去。原来溪哥这么好哎，清凉的溪水。这个区块应该理论上都有，因为感觉乱石石头比较多。你说深潭哦？刚刚那个地方最咬，连续中了好几尾大的。啊，对，我那个第一尾红猫是香姜，哎，咬了一下，小只的。我刚刚以为说什么鱼啊，定竿，结果是香姜才会那么重。差不多啦，我们钓到这个地方为止就好了。听说台中东几届尺寸？台中的红猫？台中啊。台中啊。台东他们的水比较肥沃，然后因台中无人敢食啦，啊，咱家这溪仔鱼，人有人掠去食。对啊。哎，中了爆水花，超小鱼，超小鱼。我们的毛钩吼，我觉得我们十八号的太小了，也不小了啦。也是大概十公分的左右，中了。嗯，你那一条比较好抛呢，你那一条是三号线呢。没有，我说这种线啊。哦，对，你还不习惯，没错。我们准备回去了。哦，热，太热了。虽然是热，但是至少泡在水里面是很舒服的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如果在基隆河，肯定是热死了，疯掉了。对啊，而且要穿那个很长的那个腿裤。对啊，太闷了。那个至少可以泡水。然后今天来这条溪叫做万尼马溯溪。对，那我们来钓红猫了。啊，我是第一次泡，还不错玩嘞。我今天这边的红猫的体型都还不错啦，都至少15公分以上。我在17、18了，钓了三四尾，我好羡慕哦，我都只有10公分的，而且钓大概3至4只而已。嗯，没有，因为洛洛哥他第一次钓，他所以他对于标点还有怎么样抄竿哦，会比较不熟悉。可是他后面开始哦，他就熟悉之后他就相中了，但是哦，都要回去了，你才开始会有什么用？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我下次再复仇记，下次再带他来复仇。不过我们下次不要来这条溪了，还是一样来这边，都可以啦。看一下是要到平林去啊，或者是像柯佑他们跑到平林去，可是有点远啊，有点远。相遇耶，哦，梦幻鱼。对，然后这里的水哈，其实还算蛮干净的。然后今天有发生一件事情，洛洛发火了。嗯，什么事？啊，对，被丢垃圾。对，我们刚刚在做钓的时候啊，
突然间一个垃圾都从上面丢下来，那边有住宅，从我旁边擦肩而过，住户啦，住户啦，或者是开车经过的人，随手就把垃圾直接往溪里面丢，真的是非常，我刚刚讲三字经都差点出口了哈、哦，我已经出口了，我说垃圾的人啊，笨兽人肯笨手，别笨兽人，更笨兽人肯笨手，对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其实你看一下这点，真的很漂亮。啰啰说看一下，我们就转过去看一下吧。这点蛮漂亮的。今天它大部分都咬流尾啦，急流区。急流区跟流尾啦，流头比较没有咬，跟卷仔不太一样。卷仔有时候都会吃流头，然后它这个西哥它都吃流尾，在濑区啊跟急流区，急流区比较有大鱼。因为警觉性它相对降低，再来就是说有东西过去。流得快，不赶快吃都来不及，所以他们的吃的就相对比较凶一点。好，不玩那个浮标的哈，所以现在玩这个真的不习惯。不习惯哈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你在浮标的钓法跟这个完全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开启通知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